琥珀油，其他的看不懂。你是，对，它做法是什么？大阪琥珀金手把。写魔法，马写魔法想要放在山里面，跟头刀，推武士刀，武士刀不是说要手里剑来补充？可以让我先做简单点的吗？拜托，养有没有蜂推吗？荐？不是养貂蜂要叉很虎多斑，东西啊。人家我的还没配，研究完。我的刀子是，你可难耐了，我刀子很贪心。刀子很贪心，你的刀子好很贪心，好哦，好哦。噔噔噔，马玉琳的话，你就是去地狱一趟啊，看有没有歪哇。就只有你贪心冲去地狱啊！我们这边就只有谁去过地狱，就只有贪你啊！心，那你们也可以去啊！啊，对，贪心，你为什么要偷跑去地狱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只有你最对偷啊！这算偷跑吗？对啊，没有是 CS 就开在那边的吗？我有讲啊，都没有说要不要一起去啊，都没有问，你没有是先进去才说，哎，我去地狱了，信不信？对啊，去玩不久，对啊，然后讲完这句就看到你的成就跳出来了，对啊，那你们也可以去啊，奇怪，如果你问我要不要去，我就会说哦，不要。我也会跟你说不要，我也会说不要，那时候哥你还没进来，哎，你进来了。我现在才进来啊！到地狱吗？啊，小雨现在才进来啊？没有啦，地狱还没啦。好，嗯，我还在先试婚。加了，拜拜，拜，啵啵。感谢牛排，感谢。消耗数量已。现在长坐在椅子上没有？我是坐侧的，坐在椅子上。只是把脚缩起来而已，因为很冷。这管我不行，把我的脚脚伸在外面。叫你管仙人掌？不是啊，仙人掌是拿来打架用的。我要做锤子，你叫仙人掌干嘛？你可以拿来打石头啊！石头要尖叫是啪啊啪啊！好，下了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机关在家里要做啊？对啊，去不地狱都不说，去夜市都不揪，没错啊，都这样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呀、啊，真的是这个人哦，讲过分了，出门玩不久。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？就有一句话是什么？什么不亦乐乎，还是不亦乐乎？管你啊！有朋自远方来，边宿时须知别。对吧？接错段了吧？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！我又没石头了，石头很多啊！我感觉跟你玩游戏是都很失控，会冲第一个的那种人啊。啊，我吗？对啊，我为什么我哪里失控？你说，不是，我开始在想了解你这个人做事情是会怎样的了。之前都没有去在意。你看，我刚刚只是讲他，突然就失控了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去冷静一下？我不懂，又失控了、啊，你才失控嘞、欸！这又失控了哦，他都会这样回。我没有失控啊！我没有喝醉。啊，先玩一个西洋剑。哈哈，西洋剑太可爱了吧！路过啊！哈哈，哦哈记哦！哈哈哈哈哈！哦哈记去地狱不揪呢？哈记只讲借过，真的是哦。不要，不想去哦。我没有要去、啊，我没有要去哦。哦，这树地狱走树有啊？哎、欸，那个是史莱姆的吧？天花板的树，我不知道。长在天花板的树，记得之前金矿个吸经验的，可以把经验储存的东西，不然有没有、欸？哎，你们说那个流体的红石怎么办啊？他好像姨妈、啊、怎么办？
他可以踩。嗯，怎么踩？我踩在他上面啊。用水桶。哦。捞圆头。可以丢，可以丢丢到 Tinker， 然后再把它弄出一个砖出来。哦。就很像灌岩浆那样子。哦。他好像姨妈哎、欸。姨妈好。他现在披装太脏，好帅。水桶。啊，这个模组有分木桶跟水桶吗？铁桶。我怎么记得有木桶啊？你可以做看看啊。我的工作台在刷来刷去，好麻烦啊。那我问一个问题，那这个丢进去应该不会跟其他矿物融合吧？谁？不确定哦。难讲哦。我来数数看咯。那好恐怖哦。会吗，观众？难讲哦，不知道他有什么模组会不会互相融在一起的哦。我没有音乐在，不怕。难讲哦。哇，姨妈涌出来啦！我问一下，你们有普通的种子吗？我有。普通的没有。你要不要过来？你是不是想养牛啊？我想种一些小麦那一些啊。北七呀、啊！我忘记了，还大概20度左右。啊？吗？来了。他自己往哪里走啊？我差点点救命啊！怎么了？魔女皇差一个怎么办？那我要丢什么进去？阿鲁米，好，啊、没事没事没事。你差一个，超尴尬哎、欸。差一小格。那这些下面新的是什么啊？好多。嗯。没有在看 Tinkers 的那个有多新的东西。哇，好了，没有搞。我要帮忙挖。你要挖什么？就种回去吗？哦，好。木头。哎呀，种回去了。没事吧？请问你刚刚偷偷骂了脏话？我好像听到了什么东西耶。是我听错了吗？就挖矿的时候被打下来，你们听错了，听错。刚是听到阿甘啊，阿甘哦，原来是阿甘啊，妙世界，阿甘妙世界吗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听不太懂。不知道吗？什么啊？完了，难怪你不知道，那个是我们小时候的。不稳定红石。哎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不稳定的红石好像有点难瞧了。多，怎么了？它不多不少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把整个Tinker拆掉，剩下一点就把它拆掉吧。没关系，这边又有了。哎呀，怎么？对啊，我现在我好嗨哦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没关系。你吃了什么？嗑了什么？多来一点吧。你要吗？都给我来一点。不稳定红石，你要来一点吗？来一点，来，签订。这个会掉，要立即效果，好不？咦？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在聊挖矿。怎么了？你在找什么？没有，我是下来吸一点经验的。哦，我刚刚打了几只僵尸。嗯，哎，蓝金矿踩上去会烧哎、欸。哦，你说刚刚矿会传到哪？会传到这个箱子里，因为有那个有环球旅行者，环球，环球，环球旅行者啊，金属要靠别的红石，是啊、哦，那个不稳定红石你是怎么弄的？我只倒在那个桶子里面，发现还不够多啊。你是直接丢红石下去烧吗？还是什么？没有啊，我直接把那个倒在那个 出入口。哦，听懂吗？怎么取得的那个东西？哦，它就是红石啊。那去烧。有个红石矿，在地底会有。它就是突然像流的跟姨妈一样恐怖。哦、所以是拿来捞过来的、哦。对啊，对。啊、哦，我以为是可以自己。你要是我知道这个我用了不会全部用到啊，可是不收集一整组我觉得不舒服啊。
就只是想收集一整组。我也是看到就是想挖就挖了，就只是想收集。嘟嘟嘟嘟，哇，这上面有鳄鱼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这共振红石水晶到底是什么？先留着好了，搞不好以后用得到。六个，好。哇！你说做的模具箱？哦，可是我觉得模具箱不够大。看一下。用 T 一的熔炉就可以烧出红石，固稳定的红石。好哦 ，T 一的熔炉，看看它掉的东西能不能烧。你是说这个像姨妈的东西吗？我借以前的模具箱装不下去全部。来烧烧看。啊！姨妈流出来了，姨妈好多啊！救命！这个有办法捞掉吗？跟合金模具，我金模具会收一套，然后我就把木质的丢掉。嗯，就我全部都会留一个了。请问这个可以捞掉吗？观众，那怎么捞？嗯，他既想看的东西都在我这里，怎么办？他既想看的东西，他想看什么？不稳定的液态红石。不稳定。我有650墨啊，650墨，这怎么用？哇，这是要改用苏菲哦。啊，我又用错了啦！算了，挖掉。可以这样吧？这样。晚点就根本他们家偷阿鲁米，羊龙出来，放进盆子变红石砖。哎，哈基，你到底有没有要啊？啊，要啊要啊！你要的是什么东西？液态红石。它是一个水滴状的东西吗？我是应该它是应该是一桶的吧，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。我是要拿来做金属的。你那个台放水桶上去，这样哦。然后这样吗？哦，哎。有下界青金石矿哎、欸，有啊，这可以用吗？有红石黄金，它这样的话它是青金石矿，挖出来是谁的事情？感谢哎、欸、哈基，赶快啊，过来我这，带着一堆铁桶过来，好好，老姨妈喽，你有阿鲁米的话可以给我一点吗？阿鲁米哦，你是要铝还是要耐酸铝？铝。我没铝我要铝你又没铝了，刚刚就不小心又倒掉一个啦，我拿四个给你好了。我这边我刚刚没有在挖矿，刚刚在弄一些杂事。是哪一个？哦，这是红石，顺序是对的。来，有看到卫生棉在上面，然后你就放这样子放，这样子弄的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点开，你要到顺序是反，这也太白痴了吧，觉得很好笑啊。然后刚刚是用这个龙的啦，不稳定红石，你脚下这个很像水滴状的东西，你就丢进去，然后烧变这样，吸定，对，那我给你，我里面有很多四个。弄好了，里面还很多吗？很多啊。哦、你还要的话，你就把刚刚那个水滴状的全部丢进去。哎、欸，你弄错了。没关系啦，它应该会变一块，我再回去烧掉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是吗？是吗？还是变红一般的红石、啊？哇哇哇！不够了，再丢一颗进去吧。再丢一个进去吧。被红石丢进去会怎样？哎呦，等等等，我帮你。你捞我岩浆干
干嘛、啊？想偷浆啊！这个人有点失控啊！这个人有点失控啊！好棒哦，这个模具箱。够，再来。哎、欸，杰克，我觉得以前的模具箱很废。哎、欸，厨艺罐怎么做啊？厨艺罐，铁跟红石交叉摆。好。就是摆箱子的形状，然后中间不要东西，然后交叉摆，对。你旁边有数字键，请照着数字键说一遍。反正要么是好，你不用讲了，你不用讲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四六八，你听不懂我讲的人话吗？我听得懂，听得懂。